可以稍微讲一下吗？谢谢大家关心，谢谢，谢谢大家关心，谢谢。可以稍微讲一下吗？这是大雅在三角主要的建筑，谢谢大家。我觉得错，他错在什么？不好意思。这个你在讲到竞争价，也不方便多说什么。我觉得在。有机会吧，就择日再跟大家报告。谢谢大家关心，谢谢。那针对吴志颖的假球案，会不会觉得对台湾篮坛是一个伤害？你不用再现在就问我这个。不是，我觉得有机会再跟大家好好分享这样。那因为这过程中还是侦查不公开嘛，不过我也希望就是不要浪费这么多媒体资源或社会资源。那也希望啊，就是在未来。真的找时间再跟他好好分享再说明一下。大雅已经在香港提告了，这部分会怎么办？我这个部分我就现在目前都因为侦查不公开，对，所以我能说的并不多。我在香港应该还好吧？可以稍微讲一下。香港会不会想说特地去香港？站着，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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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？你他妈快点讲啊！站着讲嘛，你就站了，危险呐！对，你站着大家都危险，你也危险，我们也危险。我刚刚已经讲过了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，还是不方便多说什么。那因为侦查不公开嘛，那还是择日吧，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报告，再跟他说明。谢谢大家，因为我车来了，那也各位辛苦了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车来。好，不要，现在。好，给他上车。